没有，好像还有啦。先问一下啊，我身上有没有蜘蛛啊？我都不知道。第一个都会这样，有蜘蛛。对啊，我那天卡一只这么大，我超怕。蜘蛛啊，在外聊。还没有啦，现在是还没有。在外聊，刚不是走这里来吧？不是，这是探险路线。哦。看起来是有路啦，但是。不知道前方路况如何？啊，要继续吗？好。哦，好吧，那就再继续吧。哎，我还是把脸盖起来。对啊，要啊。要盖起来。啊，我的都已经起雾。我是怕被什么虫爬到。盖行吗？嗯，所以这样蛮好用的。